等埋確認眼神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九場賽事三班千六大熱，暫時係五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咧，咁啊慢咗閘就係確認眼神喎。唔快嘅凌駕千藍帽響尾三啊，咁啊前面放嘅馬咧，見到外邊保羅成全啦，咁啊中間妙算歡騰啦，咁啊埋邊綠色衫，咁啊綠色眼罩嗰只咧，咁啊仲係超好日子，亦都走咗上去啊。跟守住個內欄第四位乜誰乜誰，第五位咧就係天池怪俠啊。再入邊嘅第六位中檔啡色衫咧，咁啊有呢只長長友啦，外邊大地歡笑啦，響內欄走翻上去橙帽啊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七八位咧確認眼神啊，後邊嗰六隻馬。凌驾啦，飞虎海船啦，喜莲心星紫色衫尾四，尾三橙色眼罩明月辉煌啊，后边两只一铺中横啦，翠湖飞鹰啦，咁啊由头骑到尾咁滞噶啦，开始转呢个香港体育院湾啊，前面带头嘅马咧就系嗰只妙算欢腾啊，咁啊响外边位置就保罗成全啦，守住内栏第三啊，咁啊有嗰只咧就超好日子啦，第四位就系呢只天池怪侠啊，再后边嘅第五位啦，埋边位置紫色眼罩乜谁乜谁，出边大地欢笑，中间啡色衫咧仲有长长友啊，后。啲嘅马啦，白衫浅蓝帽，凌驾攞出去嘅马，喜莲心声，最出橙眼罩，明月辉煌，再后边确认眼神，留下，咁啊留喺后边先啦吓。好啦，咁啊转正弯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仲系呢只妙算欢腾啊，保罗成全，开始追佢，外边位置仲有天池怪侠啊，出边上系凌驾，再喺入边稳位咧，仲有超好日子啊，兜到嚟最后二百零米，保罗成全占先啊，天池怪侠上跟嚟，外边位置仲有凌驾，再喺入边就乜谁乜谁啊，咁啊兜到嚟最后一百米，保罗成全仲系占先啊。天池怪侠都过佢唔到啊，接近终点后生啲啊，保罗成全赢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咧就是、天池怪侠啊，凌驾就应该系第三马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保罗成全今年应该更加大熟啊，跟手第二位直路上面出头，力拒来犯啊，天池怪侠跑啱晒噶啦，结果跑第二、第三名嘅凌驾，第四名系乜谁乜谁啊。三号嘅保罗成全临尾落飞得翻六点四倍啊！潘明辉咁啊帮刘富全今日咧赢多场啦，跑第二名咧就系五号啦，天池怪侠啊潘顿嘅四号嘅凌驾田泰安跑第三，第四就九号嘅乜谁乜谁蔡明少，今日唔使自己放啊，跟马跑蒙空而蝶都轻松赢啊，保罗成全。好硬啊！呢只保罗成全啊，唔系咁易过到佢。潘顿望一望打边，冇乜改变，冇乜改变个位置。罗富全起码都恭喜晒呢只马，上季都赢咗好多 win 噶啦，四 win， 确认眼神啊，起步都慢咗啊，转弯又越蹬越后。
啤鱼嘅派彩啦，跑第一名三号嘅保罗成全啦，道赢64一般，位置系26蚊，跑第二名就系五号天池怪侠，位置派17蚊，跑第三名四号凌驾，位置派19.5，跑第四名就系九号嘅乜水乜水，然后三搭五派147蚊。二重彩三号五号顺序派384蚊，三重彩三号五号四号顺序派1402蚊，单 T 派220蚊。位置 Q 三搭五派58.5，三搭四派77蚊，四搭五派41.5，时间1分35秒23。我偏慢啊，步速唔系好快。三拣一就开 A 二啊，隔夜半热门，预计派25蚊。騎師王預計賽果喎，一號騎師潘頓暫時就48分啊。巡邏影片睇翻保羅成全點贏啊，六檔確認眼神起步咧，自己起咗琴啊，咁啊慢咗，咁啊但係多咗隻妙算歡騰出咗嚟嘅，因為咧佢加眼罩咧，只馬望空咗，約速得唔係幾好啊，就順走上嚟啦。保羅成全有馬帶住佢咧，都勁嘅呢啲，真係成日都咁好分頭。跟住啊，之好日子第三啦，北垂北垂第四，天池怪俠都喺佢隔離嘅啦，已經咧守住個靚位。走外搭攝唔到嘅大地歡笑啦，中路就長長有貼欄第七咧，先至見翻確認眼神嘅。後面就凌駕啦，跟住喜蓮心聲、飛虎海船啦，搭尾嗰三隻翠湖飛鷹、一鋪中橫同埋明月輝煌嘅。呢場步速咧都真係幾慢下噶，三段夾埋咧都慢咗成1秒6幾嘅。都屬於典型馬無足賽事，咁所以如果你留得太後咧，就真係都好難扭轉呢個劣勢啦，都好難追嘅。咁啊，前面帶頭嗰只雖然走得馬無足啦，但係佢都未證明過咩能力嘅，翻嚟都繼續散啊。咁啊，保羅成全就啱位啦，又有得賺就最好噶啦。咁啊，反而有啲唔係好啱上超日子啦，壓住黃金包雙位都有份賺嘅，咁啊就翻嚟騎落去又冇乜反應嘅。咁啊，潘俊都醒噶啦，咁啊步速慢啊，咬住呢啲位，咁啊都唔舒适俾你先啦。咁啊，但系斗落去咧，佢就真系唔够冲啦。咁啊，始终人哋又先发力过你。咁啊，其他后边嗰只马，咁啊蚀咗马步速追得比较好啲，都系嗰只凌驾。咁啊，佢都失步唔少失地噶。咁啊，再下一接亦都冲得唔错，就系喜莲心声。咁啊，今日都叫做开始啲脚影，仲要蚀咗啲马步速添噶。咁啊，其他马就都唔系好特别咯，叫做草和飞咧喺中档追少少。位置 Q 派彩三搭五派58.5，三搭四派77蚊啦，四搭五派41.5。三拣一派彩胜出咗为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5蚊。二重彩三号五号顺序派384蚊。四连环三号四号五号九号派771蚊。四重彩嘅派彩三号、五号、四号、九号顺序派21102蚊。孖宝啦，头关九尾关三派538.5，头关九尾关五派30.5。骑师王嘅最后赛果啊，胜出骑师一号骑师潘顿，暂时系48分啦。睇埋分段時間啦，頭段24秒63，第二段24秒正，第三段23秒92，末段22秒68，完成時間1分35秒23，慢過標準時間9線。